好，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身体部分的第五圈就勾好了。接下来我们继续勾第六圈。我们先勾好13个短针，第一针做好标记，第二针，第三针，第四针，第五针，第六针，第七针，第八针，第九针，第十针，11 12 13。勾好之后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按照一个短针的加针，然后一个短针，这是一个组合，重复勾两次。先勾上一个加针，然后一个短针，这是一个组合，需要勾两次。第二次一个加针，然后一个短针，这是第二次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再勾上一个单独的加针。好，勾好之后呢，再把后面的14针对应勾好，14个短针。第六圈总共是加了3针，所以第六圈勾好之后呢，就会由第五圈的32个短针变为35个短针，对应35个针眼。第六圈勾好之后呢，我们继续勾第七圈，还是先勾上13个短针，13X。勾好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按照一个加针，然后呢两个短针，这是一个组合，重复勾两次。先勾上一个加针，然后呢勾上两个短针 2X， 这是一个组合，然后第二次一个加针，两个短针，第二次就勾好了。勾好之后呢，我们再单独的勾上一个加针，还是加3-4针就可以了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再把后面的15针对应给它勾好，15个短针。那么我们这个第七圈勾好之后呢，就会由第六圈的35针变为38针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继续勾第八圈。我们先勾上7个短针，第一针做好标记，第二针，第三针，第四针，5 6 7。勾好这7个短针之后，我们勾上一个加针，然后呢我们再勾上4个短针，好，接下来我们再勾上一个加针。勾好之后呢，我们勾上10个短针，每一针里面勾上一针。勾好之后呢，我们再勾上一个加针，然后呢再勾好4个短针，
一个加针，接下来再勾上九个短针，还剩下九个针眼，正好勾上九个短针。那么第八圈勾好之后呢，我们就变成了42针。好了，第八圈勾好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继续勾第九圈。第九圈就是不加针不减针，勾这42针就可以了。我们通过这个不断的加针，把这个身体部分呢就给它加出来了。第九圈，每一针里面勾上一针，勾这42针。大家跟着我来勾一下。好了，我们把这个第九圈勾好之后呢，我们继续勾第十圈。先勾七个短针。然后勾上一个加针。接着勾上六个短针，再勾上一个加针，接着我们勾上11个短针，然后一个加针。勾上11针之后，接下来我们勾上一个加针，然后接下来勾6个短针，然后一个加针，然后再8个短针。那么我们这个第十圈勾好之后呢，总共是46针。那么第十圈勾好之后，接下来的第11圈到第15圈，就是不加针不减针，勾这46针就可以了。大家跟着我呢，一直勾到第15圈。好，大家看一下，我们一直勾到了第15圈，接下来我们继续勾第16圈，我们需要开始勾这个腿的部分了。第十六圈主要是先分一下，我们先勾10个短针，第一针做好标记，第二针，3 4 5 6 7 8 9 10，勾好这10针之后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勾3个辫子针。1 2 3，勾好之后呢，大家看一下，我们刚才勾了10针了，对吧？我们直接从刚才勾的第一针的这个针眼里面穿针，连接一下，这个就是我们第一条腿的这个位置。下一圈呢，我们会在我们刚才勾的这3个辫子针上面勾出2个短针来，也就是说呢，每一条腿总共是12针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在刚才做标记的第一个针眼里面穿针，直接开始勾第一条腿的第一圈就可以了。我们刚才勾的这个第16圈只是把第一条腿给它分出来了，我们开始勾第一条腿的第一圈。第一针勾好之后呢，我们给它做好标记，
我们先把这时针勾起来。然后呢，我们在这个三个变的针上面只勾出来两针就可以了，一针，然后再勾上一针，那么我们这个腿的第一圈就勾好了。接下来的第二圈到第四圈呢，也是不加针不减针勾这十二个短针就可以了。大家跟着我来勾一下。好，大家看一下，我们一直勾到了第四圈，接下来我们勾第五圈。第五圈我们按照一个减针两个短针的方法重复勾三次，先勾上一个减针，做好标记，然后两个短针，这个是第一次，接下来勾第二次，一个减针，两个短针，这个是第二次，然后第三次，一个减针，两个短针，这个是第三次。那么第五圈勾好之后就变成了九针，接下来第六圈和第七圈呢，就是不加针不减针勾这九个短针就可以了。每一条腿呢就勾七圈就可以了。大家跟着我呢，先把这个第六圈和第七圈勾好。好了，我们继续勾第七圈。第一针忘记做标记了，把这个第七圈给它勾好。好了，勾好这九个短针之后，把线拉长，留一个长线尾，直接剪断。然后呢，我们用缝合针把这个地方连接一下。大家看一下，跳过第一针，从第二针的位置穿针，然后找到最后的一个短针针眼，挑它的这个后半针，连同下面这个线圈，一同这样穿过来。那么通过缝合呢，我们会形成一个新的线圈扣在这个第一个针眼上面，那么我们第一条腿就完成了。